哇，今天警方的一身黑色帅性优雅的选的服装呢，也是比较率性一点点，很符合警华私下给人的感觉。好，正中央，警华再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正中央，正中央。还有哪一个角度大哥还没有拍到呢？右边再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警华，右手边。自己觉得我还蛮幸运，是可以当个演员。当演员的时候，你会接触到各种不同时代背景的女生。然后每一个女生其实背后都有很坚强的动人的故事在里面。那其实当我在看到这有时候女生的议题的时候，然后今天要参加潘多拉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因为潘多拉是很注重女性的一个话题的一个珠宝，那所以我自己在回想我当初跟潘多拉最初的接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。我后来才想起来，是我在刚出社会过后，我那时候其实就知道潘多拉其实是很，就是让所有的女性知道我们的自信要从内而发出来的。你搭配我的珠宝啊，就是我要看当天穿的服装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是很简单的牛仔裤啊、休闲的衣服的话，我就会在我的珠宝上面，然后加强它的整个人的个性跟特色。然后如果像今天穿的比较女性一点的话，我就会搭配比较像中性的珠宝。